今年呢，特别要感谢我们瑞城百姓宫慈善功德会了，我们张明举张理事长他策划这个活动呢相当的久。那最主要呢，针对我们岁末寒冬这个救济这个我们低收的部分呢，那今年呢除了扩大以外呢，动员的人力是最多，那也刚好我们各里都有特别出来协助的百姓工会的所有的志工还有所有的李林长呢都一起配合这个活动。咱这届行做咱台里吼27里嘛，其中有迄个溪北19里嘛，溪南有8里嘛，拢总2000啦。咱今仔溪北这边就是讲19里的一点米皮，搁一个八套。吼，啊，佫两包芳米，两公斤的，就是无芳的芳米。啊，咱其中溪南这8里，就是有一点米皮，佫一个八套，啊，佫两包芳米，吼，两公斤的，啊，就是包加一个阮生养公司吼，伊加一个800块，全年一件，每一项拢，就是2560米吼。